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看哈，同学已经有人缴交了国一资讯科技的线上课程。那我们先看看，那已经有一位同学，他已经缴交了打击魔鬼的游戏。然后这是郑祥允同学哦。那有的同学按缴交，但是你并没有把附件上传哈，这样子是没有完成作业的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老师说明。老师说你可以用线上版的 Scratch。那我现在打开现在版，那我就按开始创作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一个地方，就可以线上直接创作，跟学校操作是一样的，那刚刚老师已经下载同学他的作品，我可以从我的电脑挑选，我们来欣赏一下，同学他刚刚，老师已经看，一年三班七号同学，他做得很棒哦，他做得很棒，我们来欣赏一下，我把它最大给各位看，然后立即按下去，然后他就可以开始打。哦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同学他程式有问题，来在哪个地方？因为老师刚刚发现他广播当时他背景当时间到的时候广播，所以他的准心已经隐藏了，所以他应该在被点击之下再加一个叫显示。这个同学写得很好，只差这个地方，所以老师帮他程式改这边显示。好，请同学再看哦。哦，那就可以开始打点击了。然后他是计时60。它计时60秒钟，那你看看老师就把它打完，然后时间到之后呢，它就会进行广播，它把上学期老师教同学的广播的技巧用进来的，那像这个分数老师就给他95分以上，因为他只差一个小小的小缺失，他忘记了广播之后，每一次游戏结束之后呢，他必须再加一次显示，所以老师只在他准心绿旗点下去的时候进行显示。你看时间到，他就做一个闹钟。这个同学他真的这个作业做得还不错。那希望同学完成作业之后也一样，还是把它丢上来到这个地方。以上是柯蒂老师为大家介绍国一资讯科技的部分。